准副总统萧美琴回到他小时候成长的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，牧师特地到门口迎接萧美琴回娘家，就看到教会里面早已经坐得满满。过年的期间，诶，初二会当来到咱的台南东门教会。东门教会对我来讲是我细汉成长的所在，而且我细汉读东门教会主是二，曾经还拿过全勤奖。这个奖很大，表示讲我每一礼拜拢有来甲东门教会参加主是二。回忆自己过往在教会的日子，萧美琴很自豪，当年还获得主日学全勤奖的殊荣。春节期间，总统蔡英文与副总统赖清德亲跑庙宇跟民众问安发红包。萧美琴说自己就来教会，但不管是什么宗教，都是为了台湾的未来与和平。啊，台湾这都玩宗教的所在，咱嘛做真好的文工，外总统甲外副总统。去庙宇啊，去分红包啊！我来甲我细汉成长的台南东门教会啊，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我的照片没有了，大概四十几年前，这是这个是我们的小的是他。发小红包的过程，还有昔日在教会一同长大的朋友拿出当年照片要给萧美琴签名，也有支持者特地送上小卡片给萧美琴。排队人潮从教堂内排到教堂外，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才终于将人潮消化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回娘家的日子也让人看见萧美琴的高人气。民视新闻廖锦雄台南报道。